入睡时间01:48，出睡时间05:00，睡�眠时长3小时12分，快速眼动睡眠比例47%，过高，深度睡眠连续性差，夜醒次数4次，翻身次数29次。今天是连续第328天从噩梦中惊醒。拥抱舱用于治疗恶性失眠的功能逐渐失效，应激反应出现加重。目前看来，只有找到他，完善拥抱舱数据，才有可能治疗我的应激。妈妈早上好，新一天的时间规划表已经更新，愉快的一天就要开启了。5:30，运动时间。不行，按计划执行。7点，散步时间。你看这小伙子长得不错，但他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每天就溜那个机器狗。8点，全息会议时间。早早早早早。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你要找的那个女孩有进展了，资料给你快送了，一会儿签收一下。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，之前的消息都不怎么靠谱。嗯。与你的不期而遇，打开心底的回忆，跟随心跳的方向，回到我们的过去。海树闪躲的目光，藏着彼此的暗号。拂过树林的微风，甜到我们的心中。302的王静，女，32岁，母胎单身。我是你妈，一天天除了工作就知道看电视、打游戏，跟着直播买买买。哎，你别喊了，你上来，我给你钱。小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得替阿姨念完。今年再不带对象回家，就从我的家里滚出去。小兔崽子，你倒是不着急，我都快被亲戚邻居笑话死了。今天也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丢
单也太难了，幸好钱多。完了完了，下一单要超时了。地库，啊，辛苦您跑一趟，我马上送到入口。我、啊、放心，绝对不会超时。郭飞，在呢。走吧。好的。前方无车辆通行，安全。虎妞，我们到家啦！哎，虎妞，你去哪儿？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去医院？你怎么还推人啊？刚刚是他缓解了我的应激。刚才是你抱的我。我可不想抱你啊！是你拉着我一起摔倒的，况且我也没有撞到你啊！你不会想讹钱吧？我可没钱。给我我的快件。你的快件啊？你是杜先生的朋友吧？日山别墅22号。嗯，您好，这是杜先生的快送，请问取件码是8858。好的，8858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嗯，身体不舒服，还是要及时看医生的。祝您生活愉快。天哪，天哪！顾飞，喂，杜先生。啊，您快件已经准时送达了，不过您朋友好像有些不舒服，刚刚晕了。晕了？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再见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完了，要迟到了。刘双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智能家居都有哪些呢？小飞，这课都上一半了，江怡怎么还没回来？来，我们看啊。江怡，你怎么从外边回来？报告老师，他刚刚去厕所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我闹肚子了。快坐回去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大到智慧城市，
万物互联都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。我的祖宗啊，总算回来了。下面呢，我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由科技行业巨头彼岸集团举办的第一届新动力 AI 创投比赛将在下个月举行。有比赛？你们呢已经研三了，你们要参加？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先别说话。这次比赛如果拿到名次，对你们以后的就业创业都是一个优势，而且啊，提交的项目很可能拿到投资。我们学院呢拿到了一个参赛名额，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我们将举办资格比赛，有意愿的话可以到讲台上拿取报名表。好，下课。太好了，姨，如果这次我们能拿到名次的话，那你一直在做的 RE 项目不就能拿到投资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，咱们院才选一组参赛，想拿到资格挺难的，再难也要试试，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能让 RE 项目尽快落地的途径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一起参加。那当然，必须得一起啊。你呢？那好吧，我就勉为其难跟你们拼一把。好，那我去拿报名表。好。爷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有点感冒，害你被老师发现了。没事，本来翘课就是我的不对。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翘课的，凭你的实力就算不上这课也照样能拿第一的。你就别捧我了，你实力更强好吧。这次资格赛我们好好比一场。好，苏月。哎，那我先去忙了，我们资格赛见。哦，好，赶快去吧。拜拜拜拜。我们走吧。我们走吧，一会儿开个会商量一下。都说这苏月柔心若谷，我看心机深得很。听说她为了这次比赛早早就去抱了学长大腿，今天在这儿跟你耀武扬威呢。这么在意她干嘛呀，我们好好准备比赛就是啦。那倒也是。又有新订单了，你们先填，我先走了。又是快送啊？维修电脑是个大单，我要赚钱啦。上门维修可得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，就在隔壁小区，何况我还有这个。走啦，快去快回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把小电驴骑回家，交给我了。好，来吧。顾飞，翻身。顾爷，你没事吧？发现可疑人士，进行扫描。天妈的合伙人杜瑶，26岁，真实身高179.9。扫描结束，身份已确认。没事就好。欢迎光临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给机器狗加一些奇奇怪怪的功能？这非要报年龄和真实身高，我明明就差0.1就到1.8米了，非要报179.9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快速员跟我说你晕倒了？哦，听到了刹车声，产生了一点应激。应激？你应激就会发烧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还说没事。知道了，不碰。真没事啊？没事。哎，你这是升级了 Goofy 的新版本啊？帮我把顾飞的专用机拿过来。在哪儿啊？工作桌上，跟快送文件放在一起。没有，这有快送文件，你是不是放错了？车库？什么？难道是他？啊？你话别说一半啊，谁来你家了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找专用机。
您好、啊、请问是高先生吗？是我。我是捷成网吧上门维修电脑的工作人员。哦哦哦。现在方便吗？啊，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啊，好。就这个电脑坏了。嗯。应该是中病毒了，需要查毒和修复文件，大约需要30分钟，您可以先忙您的。啊，那可以，好。这个病毒还挺典型的，可以直播科普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蒋同学。今天呢，遇到了一个典型的系统病毒，在这里我要教大家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该如何去处理。欢迎大家点赞加收藏哦。目标所在地为瑞美公寓，距离18公里，需要32分钟，前方请直行。搞定。修好啦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可不怕你啊！你别过来！哎呦，这小姑娘够厉害的啊！门我反锁了，你出不去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变态！好好好。我看你小瓶瓶里头还有多少水。我开直播呢，你不要过来。大家快看，这个暴露我让你拍我。距离目标3米。正在接近目标，距离目标0.5米。别笑我。救命啊！有什么？救命！救命！别叫！别叫！闭嘴！闭嘴！有什么？救命！别喊！别叫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哎呀！我打死你！够啊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不想废就别动。这个男的好变态啊！就是啊，啊，你看，嗯。哎，快看快看，黑脸 X 转发的暴露癖视频。女孩子在外面打工也太危险了吧！咱们也赶紧转发，替蒋同学伸张正义。好。我去我去去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瑞美派出所，你是江阿姨的朋友对吧？我是，她怎么了？她在派出所，你来一趟吧。哦，我的时间都被你打乱了，赶紧把我的妆用尽。你哭了？你是看不见吗？人渣，修电脑的钱都没给我。你能把专用机器还给我吗？是不是男的欺负他呀？哎呀，咱们走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走，还走。哎，你干嘛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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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嫌丢人，我嫌丢人。
谢谢啊。这块是干净的。虽然我很感谢你今天的出手相助，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什么不对劲？你是不是在跟踪我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公寓？跟踪？是在跟踪。你承认了？你能先把我的专用机还给我吗？什么？你没有定位，就在你的身上。什么专用机啊？你怀疑我偷你东西啊？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我怎么可能会偷你东西？我这个包里，给你看，就这些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个机器当时是在你的手上的，可能是你晕倒的时候恰巧掉在了我的包里，真的不是我偷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查监控，地下车库应该都有监控。是什么意思？我相信你没那个脑子，遇到这种情况拍视频开直播这种行为只会激怒对方，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你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还希望我有下次？你是在咒我吧？我只是在给你建议。那我谢谢你的好意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要谢谢你。但我也希望，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之前是不是在名山？喂，小飞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剐蹭？你哪儿来的你？这车位我先看到的。大姐，你骑的这是电动车，你个电动车停什么机动车位啊？我着急，我也着急。怎么了？你蹭我的车，你还有？你没事吧？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变态呢？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我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不会就是那个变态吧？啊，不，是他救了我。什么变态啊？没什么。你们认识？怎么了？哼，人和人的差距啊。看在你朋友救了我闺蜜的面上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再见。你俩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没事。你进派出所是因为他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剐了我的车，你还想跑是吧？哎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你什么情况？对活人感兴趣了？你先把你车修了吧，顺便帮我把衣服干洗了。他是在生气吗？还是因为别的活人生我的气？你这一天天的可真够精彩的。是啊，我现在腿就跟灌了铅一样，躺下就能睡着。今天可让你给吓死了，以后这种上门维修的活可不兴接啊。我也要被吓死了。依依，就光你研究生三年里拿的奖学金还有打工兼职的钱加起来不少了，
这马上都要毕业找工作了，你到底需要多少钱啊？别多想，R1 项目不是要开始了吗？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太累了，我先洗洗睡了。哎，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呢，坐下。啊？听说你崇拜的普科大神回国了，并且计划在港东设立分公司。你看论坛，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，那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见到大神了？我还有机会能去他们公司应聘。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那当然，普科大神可是 OpenAI 唯一一个中国成员，他的公司新人类不仅拥有最尖端的 AI 技术，还一手创办了盘古，可以以最低成本规模化的生产 AI 模型，使得公司迅速扩张，三年内就成为了业界翘楚。普科大神简直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。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这种头脑发达的人万一长得唐小斐，内在永远比皮囊更重要。学霸同学，内在指的是心灵而不是大脑，况且长得好看也是一种价值。我看今天就你那个小哥哥长得就不错，不过你们这遭遇也太像电视剧了，根据剧情发展，你们两个人一定是命中注定。不过他那个朋友可就太一般了。普克大神竟然回国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小胖子，你等等我，给你榨金维吃。好啊。我可是你十年里身边唯一的活人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要找的那个女孩，找到了。是她。今天你救的那个女孩，就是你回国要找的青梅，这也太巧了。不会又是调查师弄错了吧？不会，我用 AI 跨年龄人脸识别过了。马上要见到你的小青梅了，卓玛同学，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我找他只是为了做拥抱舱。是是是，你只是为了完善拥抱舱的数据，治疗你的失眠和应激，你不允许你的人生有任何 bug， 你看我背得多溜啊。不过你为了找他把公司都搬回国了，你确定没有其他想法？没有。行，算我多嘴。你确定是这儿？不会错。看来你这个小青梅这些年过得不怎么样啊。桂月，这灯闪的，我觉得要不还是唐小斐啊，你忘了买电了？不是啊，我早上买了。你去看一下是不是跳闸了啊。跳闸？我不去了，你自己去，我在这等你。怕黑啊？谁怕黑啊？我是觉得你那么多年没见到你的小青梅，她要是见到我觉得我长得帅，喜欢上我怎么办？
光。放任野蛮生长的爱情。